OK， 今天呢，我们就是在用这个 Zoom 来拍 content 给你们看啊。风格不变啊，不变啊，我们 Stanley 还是要出东西的。我们今天呢，四个人，我们两个在这边录，他们两个在厕所录。我们会介绍这个手游。我们在介绍游戏的时候，我们只要讲错一个东西呢，我们就要中喷这个水。OK， 今天的搞味水呢，给大家看一下。OK， 现在在厨房，我要开始制造我的搞味水玉米粉，我要弄好像浆糊这样子。是水刚刚喝完那种，直接弄这个，这个有灰尘，灰尘加一些肮脏杯的水。水这个东西，如果不搞味呢，它就不叫搞味水。看我们两个在厕所嘞，搞味水，它一定懂是尿，因为有味道。我很聪明的，这个尿掺了墨汁下去，应该就只有墨汁的味道哎。就碰到的时候叫什么来着？这个就是罗马洛的搞味水。到我制作我的搞味水了。Gladys 最不喜欢油油的感觉。然后最讨厌红红像血一样的东西。这个红粉给它勾勾力红。蒜头，他最讨厌我吃了蒜头过后的味道。加一点姜黄下去。这个是黑醋，勾力臭。还有这个罗家酱。Blend， 闻闻看先。哇，很臭啊！你这个给他弄到逼出来了，拿给我倒进去。以前你谁讲啊？讲到搞味水，我一定要给多美多试试看，我动物的宝贝。有宝贝啊！我动物的宝贝。为了不要让他这么早就发现这个是宝贝，好，爽身粉呢，在凝固过后呢，你的身上就会白白这样。没错，当你看到这一搞这样子的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在介绍游戏的时候，我们只要讲错一个东西呢，我们就要中喷这个水。我们每一个人不可以提到的一个东西，只要一提到，我就拿我制作的这个搞味水给他喝。他只可以喷我，他的只可以喷我，我的只可以喝而已，他一定要喝。妈，哎，好了，你们的是可以喝的、啊。不可以喝了。他这样。不可以喝。我觉得他在想，他刚才掺的量应该至少有18种。我不想拍。我觉得好人不可以讲爱。气不可以高过2度。什么鬼啊？没有，你不是这样讲话嘞。你这样只是高2度而已，你要讲说。哎，你们不要打我嘞！懂啊！阿雅嘞，不可以讲你 ，Credit 不可以讲哦，懂吗？懂，不可以骂粗话。喂，啊呜就中了，啊呜就中了啊，呜就中了啊！所以他讲话都要这样。哎，你不要打我嘞！你们笑我。我们现在开始介绍我们的游戏。这个 game 叫《笑傲江湖》，它里面有5个角色，5大派，有华山、无相、横山、无当跟日月。所以我选的是日月。看进去给你们看，为什么我选日月？因为日月很凶，坏坏的感觉。它属于刺客型，因为它叫日月神教，他们练功都不用骨教。我就容易啦，我选择的是无相。他选无相是对的，他的脸就像他的肚皮一样。除了没有脸像，还没有大象。哎，你注意哦，小朋友，你讲话不可以高过1度。你刚才没有开始嘞，还没有开始。我选择用无相，是因为这个无相呢，它是血高、防高，整个硬这样子，就是整个高血压这样啊。简单来讲，它就是很硬就对了。我喜欢硬的哈，所以就这样简单。那好人，好人这种一定要用到阿呱呱的那种。我选的角色呢叫武当，他的 attack 是很高的，而且他是主要的 DPS， 他能够远。
脸长，也能够近距离，所以是一个很高 DPS 的一个门派。我的名字叫史特蒂冈豪兰。打业配找他真的是好，他根本连 DPS 都讲得出来。我们来看看 Credits 如何帮人家打广告。OK， 我选的角色就是横山。OK， 然后呢，他就是很美咯，而你的角色又很撑哦，我觉得。我觉得这个游戏应该只是找好了业配就好，我们三个都不行。然后因为我是补血的，补血你懂什么吗？补血是奶妈嘞，你有没？有。他这样子，他这样子，去地板。OK， 那现在呢，我们就进入一个叫 PVP 的环节。等下先，我还没有自我介绍，我这个的名字叫做奶黑青，还帅气的阿雅。Ladies， 我的名字叫嘎拉迪斯。嘎拉迪什么？哥拉迪斯。现在呢，我们要介绍你们一个实打实的 PP， 超好玩的。它里面是可以跟朋友一起组队乱拼乱打。各位，游戏正式开始。开始了，我们两个傻傻。OK， 会了吗？哦，不可以这样。他笑都要用低音嘞，我跟你讲啊。OK， 不可以脸臭臭，我先讲，保持笑容，可是用低音。快点。OK， 我现在要去参加这个活动 PVP 实打实邵氏风云组队报名，很确认啊？确认了，确认了。这样这样这样，轮高哈！我是远程了，我会慢慢在后面射。冷静的。哎呀，是登哥，哎呀，走前面先，奶妈在后面补血嘞。哇嘞！比你们强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呀！我有点晕倒。我自己的血在哪里哟？真的是很臭。老 A， 我有自己救。排名第一，我现在我击败了一个人。啊！啊！やめて！すごいよ！看到你们了，帅气了！哎呀，再给人家偷住。哦，我被杀死了。我排名第一哦。我的搞胃水真的是很臭。你的手洗不？我哦，谁的手？谁的手？睡觉。睡觉到好像很爽一样的。你给老人射到的。他哭了哎。我没有看到眼泪，我是没有跟他刷的啦。我排名第二了，如来佛法。终结。我们才35%呢，不够嘞。他这个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他不会是像那种那边哦，一进场直接中秒哎。厉害嘞！我发现我一个打三个，你很厉害，我排名第七。我排名第四。本来我排名第二的嘞，都是因为你害的。什么东西？我排名第二。我你讲不听我啊！我们要追上来啊，还剩28%，我方57%。不是叫你讲一些粗话吗？叫谁？叫谁？叫我！哇，我的一步啊！哇！你不要动到我啊！这个东西是我不想碰到的。咦，很臭哎，很臭！我们搞过对方啊，继续加油！哇，要赢了，要赢了！什么招都给他乱吐，我要吐如来神掌，也很臭！你这有什么味道啊？很臭！我们赢了，比赛哦，你秀好好！啊，我的帽子！帽子你要脱掉！我的嘴巴开住！动物的宝贝，别动嘴啊！我动物的宝贝。你看，夕阳还是红的，我要跟你分手。你不懂有几臭哎！我饿。快来！那个已经高八度了，我那个是见整罐倒下去了。什么水啊的，真的是很臭嘞！那不敢用高音。赢了，耶！我觉得这个实打实的游戏的系统还蛮公平的。然后我想讲，真的是很臭。你才臭！哇，
巨大，这一次我要换，因为多美多没有中到。我觉得多美多你不可以高音，也不可以讲你我他。OK， 就这样。OK， 如果我讲到高音和讲到你我他，他就可以拿他这个哈库纳水喷我。还有，你不可以讲 OK。我觉得你给我这样子，我是死定了。我要给他死。我很能死的。只要我听到阿雅的声音，我就怕。你有本事你不要讲话。这我怎样打给我怎样介绍 ？OK， 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好。Credit 哦，看到牙齿你就可以算哈。他有本事他这样讲话。OK 好，好人，你的脸不可以有一点表情，一有就中，一直都是这样啊，中，这样子就中，也不会看到你的眼珠。如果他看到他眼珠是 crazy 就射他。好，现在游戏开始。Let's go， 你快点打嘞，他在打你嘞，打他，你在打。Crazy 是不可以有什么？不管他。Crazy 不可以做末了喂。射就对了吧你。多美多，你不可以高音，也不可以讲你我他。要死了嘞。射就对了。你不管，你打他就对了。死了，死了。阿雅眼睛动了，快点杀死阿雅。哎，你们要射他嘞。你跑？你以为你跑得掉啊？哇，老魏，这个是什么鼠？我动物的宝贝。他是。我动物的宝贝。哎呀，这样硬了，他可以一直补血的。哇，哎呀硬啊，他讲哎呀硬。你不可以看到牙齿的。一直。我不可以看到眼珠是什么鬼哦！你们都不够我们打、啊，你看阿雅，你看阿雅，开眼珠。阿雅，我出大招哦，你整死了，出大招了。肉 PVP 蛮好玩的，而且你看我这边哦，可以按一粒 button 让它自动帮我打，全部最好的招数直接出，这个也是蛮好的一个功能。那个是挂机功能呢，如果你打比赛，你用那个不是等于废？越骂越惨，他好像那个，他你懂他好像那什么嘛？他脸已经黑了，他去骂骂给他喝死。啊！越骂越黑。然后这个游戏呢，我们可以开一个帮会，然后聚集所有的江湖朋友呢一起来打这个 Clan War。里面这个 Clan War 真的很好玩，一堆人一起 PVP 了，太爽了。没有，重点是他的那个故事哦，有吸引到我，因为他的故事好像你要做坏人也是可以，你也可以选择做好人。Okay， 刚才是我们赢，我们有一个大惩罚的，就是你们拿自己的那一罐哦，淋自己。哇！哎，你看到吗？我的皮变成酱哎！不管怎样，现在你自己做的那个大惩罚就自己领回自己。你自己领啊，你傻逼！哎，你们输嘞，大惩罚嘞！我跟你讲，我绝对不会拿这个东西领我自己的头上，我绝对不会这样子做。我很难自己下手，你知道吗？你懂到底里面那个是什么吗？我淋不下我自己，不是我不要，我淋不下，真的。你刚才跟我讲可以喝的，你喝了吗？OK， 大惩罚正式开始。好啦，就对啊。搞胃水，我聪明的，我忍。结束。Yeah！结束了。OK， 总之这个 game 呢，呼吁大家，20号这个 game 已经。
经上线了，所以赶快上线，你可以追回经验值了。所以这个游戏哦，不用怕你比别人落后，只要你有上线有玩的话，偶尔一两天没有玩的话，它都可以让你追回了，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功能。Online game 最重要就是有这样的东西。再来呢，每一个门派呢，它的角色都很分明，我就是 DPS， 要玩 DPS 就加入我，所以大家记得要去下载这个笑傲江湖，我们在里面等你 ，OK？ 很快我们就有新的 MV 在 Steady Game 出现哦，所以大家记得留意我们 Steady Game 频道，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我老哎、欸！不要拼了，不要搞我拼了，继续尖叫，继续尖叫，拜拜。笑傲江湖新马版正式上线，立即下载。